看讲义第五页，第五页，第一行啊，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这是第三十五愿，已经介绍过了。这个下面的这一段文呢，是第三十六愿啊，教化随意愿。说出其本愿为众生故，辟宏誓楷。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随顺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那么这一篇呢，非常重要啊，是我们对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阿弥陀佛，到他方世界去自由活动啊，这个疑问呢，得到了具体的答案。那么从这一边来看呢，确实西方世界真正是无比的殊胜，因为在任何地方修学，总得要费一段时间啊，自己能够得到智慧、神通德能，才有能力自在的帮助别人。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事情，不是普通的学科能力，因此它确实是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成就。那么到西方世界呢，几乎这个时间呢全部都省下来了，因为弥陀愿文里面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它没有任何限制，真正是随意自在。出其本愿为众生故，愿度一切众生呢，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本愿啊。像我们在四弘誓愿里面看到第一条，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是变成所有一切人基本的一个愿望。如果这个愿力很强，又感觉到这个众生天天在受苦受难，迫切的需要帮助啊，这样呢，我们到达西方之后，
就想到要赶快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所以底下是披红饰铠，这个字，这个背呀，古时候跟这个挑手边的披呀是一个音，也是一个意思，所以它是一个破音字，那么在这个地方不能念背红饰铠啊，那就念得不对了，要念披啊，它的意思读音都跟挑手边的披完全一样啊，披这个铠甲啊。那么这个红饰呢，多半都是指四弘誓愿啊，我们常常发四弘誓愿呢，这到达西方世界，如果有能力，我们的誓愿呢应当要兑现啊，所以就是这个啊，是教化一切有情。下面三句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内容啊，我们教众生教什么呢？啊，当然，像佛菩萨这个祖师大德，为一切众生呢讲经说法，啊，经等科目非常之多。可是归纳起来呀，不外乎这三点。那么这个三点是有层次的，是有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初学，要教众生发信心，信什么？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至少啊有六桩事情，我们一定要建立信心。第一个，要相信自己，我们中国的古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圣贤。换一句话说，要相信自己有良好的本质，相信自己可以做圣、做贤、做君子，这个在世间法上说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人对自己有信心，自己的前途真的是非常光明远大。一个民族有信心，一定能够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世界带来和平幸福，所以信心呢非常重要。那么学佛，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决定能成佛。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呢，就应当要做佛。佛就是具足究竟圆满智慧的人，具足圆满德能之人。佛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相信我们念佛一定能生极乐世界，一定能见阿弥陀佛，
一定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这是相信自己啊，自己没有信心呢，那就没法子了啊。这个佛菩萨帮助人呢，是要帮助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就叫无缘之人啊，佛菩萨帮不上。第二呢，信他，这个他就是指世出世间的圣贤人，古圣先贤，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所以他的这个教训、教诲，决定是公正的。他没有私心嘛，他并不求我们恭敬，也不求我们供养。真的像佛法里面所说的无缘大慈，他对我们的慈爱啊，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超过了父母对子女啊。父母对子女还是有条件的啊，唯独啊圣贤人对于社会大众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佛法里面称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我们对他要相信啊，他们对我们的教导决定是好的，是善的，是美满的，这个是信他。在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中国典籍里面有经，孔孟的学说流传到后世，我们后人奉为经典，诸子百家里面也有很多宝贵的教训。这是我们古圣先贤留给后人的，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这些教诲呀，都留在经典之中啊。现在佛门的经典我们称之为大藏经啊，就是佛陀对众生教学的全部课程。我们要相信，信他。这信自信他了，这是根本。第三呢，要相信因；第四要相信果。事出世间法，绝对不会超过因果的定律。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因缘果报是真理，如果说是做的善因得的是恶报，造的是恶因得的是善果，佛给我们说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凡夫往往看到世间有恶人，他很享福，有看到很多善人，他生活很艰苦，这是我们肉眼凡夫直接的现前这个状况，不知道他因果是三世的，
我们这一生所受的这个果报是前生的因，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得的果报。这一生呢，忘掉了，没有去修福，去造罪业。所以看到享福的人造罪业，他怎么没有果报呢？他那个福是前生修的，罪是现在造的，现在造的这个罪业呢，来生受报。所以佛告诉我们，欲知前世因，我们要想知道我们前生造的是什么因，佛给我们说，今生受者是，我们现在这一生享受的就是，前世造的因，现在所受的果报。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们要晓得我来生呢，这个果报如何？我这一生所造作的，那就没错了。这一生造作的是善，来生必定的善果；这一生造作的恶了，来生免不了有恶报。所以因果是三世的，不是在眼前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要相信因，要相信果。整个佛法也是建立在因果的理论上。我们看华严，看法华，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的判教，五洲因果，妙法莲华经，一尘因果，都脱离不了因果。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法论。根本是依因果建立的，那这个枝枝叶叶所以是这个一切众经法门皆是根本的枝叶，华严的眷属当然也离不开因果的定律。幕后呢，大师教我们要相信事，要相信理。事跟理离不开，有理一定有事，有事一定有理。我们的信心呢，至少要建立在这六个基础上，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理如果真的明白了，真正能够肯定了，你就相信许许多多的事我们并没有见到，见不到的，我们能信他。为什么？有理论做依据。而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这些理，实在讲得很广泛，讲得很深刻。佛说的很多的，佛告诉我们，像华严里面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讲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佛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如果对这个道理参透了，你就晓得经上讲的虚空，讲的法界无量无边，我们能信得过。为什么呢？有理论依据。那么佛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
这也是个重要的理论。一切法既然从心想生了，这心想什么，它就能变现什么。于是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也能接受了。为什么？从心想生啊，这个是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大到虚空世界，小到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生活状况，这个道理通通都包括了。我们能信，人他才能立志奉法，才能立志向上，做圣做贤，做佛做菩萨，不会自甘堕落。这一条非常重要啊。那么有圆满的信心，再提升一层呢，这是第二个阶段的教学，要偏重在菩提道，菩提行。行是生活行为，我们想奋发向上，我们一定有良好的生活行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追求的幸福啊，快乐美满啊，追求的这些啊，这些确确实实可以得到啊。从哪里得到呢？从菩提行当中得到。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都要觉，不能迷，迷就会做错了，就造罪业，免不了过失了。如果样样都觉悟，样样都明了，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啊，自然就做到恰当啊，自自然然呢，就做到说是恰到好处啊，对自己有利益，对别人也有利益，所以自利利他了，这就是菩萨行啊，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啊，是教的是这些东西。那么最后一个阶段，普贤道。菩萨叫行呢，普贤叫道，这个行跟道啊，有一点差别。啊，道是大道。通达通到大圣人这一条路，啊，那么修这个法门呢，可以成佛，这才叫道，啊，通达如来果地上的大道。普贤行，我们在阿弥陀佛愿文里面看到了，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啊。你看在无量寿经第二品里面啊，我们就看到啊，这是戒尊普贤大师之德，
这是世尊为我们介绍的。这个本愿呢，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个很要紧，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是修普贤道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实实在在是普贤大士的法界，纯以菩萨法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十法界啊，从佛菩萨声闻缘觉底下还有六道，这十法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所以他是大乘当中的大乘，一乘当中的一乘啊，大乘菩萨众多，修行的法门也众多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菩萨只修一种法门，普贤行啊，也就是华严经末后啊给我们讲的十大愿望啊，他们修学的这个十条是总纲领啊，念念呢都离不开这十个纲领啊，叫普贤行。普贤行跟其他菩萨行不相同的地方，普贤行的心量是周遍法界，是任何一个菩萨不能够比的。菩萨心量已经很大了，但是还有限度啊，还没有达到圆满啊。比如说菩萨行像月亮一样，月光一样，从初三初四那个月牙一直到十三十四啊，光明是越来越大，菩萨这个地位啊越往上升就越大，但是十五的月亮才圆满啊，十四还没有圆满。普贤行是十五的月亮是满月啊，所以他的那个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圆圆满满称心起修啊，所以他的礼敬啊，他的称赞都是称心，都是圆满的啊，这跟一般大乘菩萨不一样啊。这是教化众生的三个阶段呢啊，这个一切佛菩萨所道驾慈航啊，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啊，他有这三个阶段啊，看看这个众生的根性啊，初发心的啊，初学的就叫他建立信心，已经有信心的就叫他修正自己的生活行为啊，已经修正生活行为的就教他了普贤大道啊，随身踏方世界啊，这是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啊，他们度众生的这个愿很恳切啊，见到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报告，我很想到他方世界去帮助众生帮助别人啊，阿弥陀佛同意，不会给他留难啊，不会叫他一定在极乐世界住多久，这文上没有这个意思，你立刻就可以去啊，就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到他方世界去你的烦恼没断了，你待业往生的烦恼没断了，那么到达他方世界想到这个地方来又是这个六道轮回了，到六道里面来了，
会不会再造业，会不会再堕落，会不会再受恶报，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桩事情。阿弥陀佛这一愿加持你，你不会了，永离卧趣啊。这个卧趣指三恶道啊，你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为什么不会堕三恶道呢？弥陀本愿加持你，使你念念觉而不迷，你不会造罪业呀。那你怎么会堕三恶道呢？啊，不造三恶道的因呢，当然不会呀，有三恶道的果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佛加持你，帮助你。啊，那么在这个世间，世现的身份呢不相同。啊，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应以什么身教化众生，他就现什么身。应该教导众生哪些方法，他就运用哪些方法，所以非常灵活，一点也不呆板啊，或者是为众生说法啊，或者示现的呢是处处喜欢听法啊，这个听法呢它是给众生做一个榜样，在我们佛门叫影响众，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被大家所尊敬的啊，这个人有地位，有学问，有道德啊，示现了这样一个身份啊，哪个地方有法师讲经说法，他都愿意去听啊，这就影响很多人。别人一看，哎呀，某人都在那听经，大概讲得不错，我们也去听听啊，所以他会带动一些人来学佛啊，带动一些人来闻经啊，做影响众，这个听经听法了是这个意思啊。或现神足，这个神足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神通啊，但是现神通不是现给普通人看的，如果现给普通人看，普通人太多了，到处现神通啊，这个把佛法扰乱了啊。诸位要晓得，佛菩萨罗汉确实都有神通，但是佛呢不以神通做佛事啊，不用这个方法。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因为妖魔鬼怪也有神通，假如佛菩萨用神通来戒严大众，妖魔鬼怪也用这个，佛跟魔啊就混淆不清啊，叫这些众生到底哪个是佛哪个是魔，没法子辨别了。因此佛菩萨不用神通，用讲经说法，用断卧修善，用这种方法来教化众生，那这个魔做不到了啊，魔没有这个能力啊。到佛菩萨对谁用神通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诸位要留意一下，你就看到了，佛菩萨示现神通啊，那个对象啊是具有对于国家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啊，对他啊，因为他观念转过来之后啊，那个政策就改变了啊，所以佛这个菩萨现神通
多半对于过往大臣，这个大臣多半是像首相一类的这样的人物，他是决定政策的人，那么他能够有这个缘分，也就是佛菩萨这个神力变现，他能够相信，他能够接受，佛菩萨才用这个方式。如果他不能接受，他根本不相信，佛菩萨也不会对他实现。那么这些四与理我们也要明了啊。那么佛度众生呢，是以说法教导为主啊，这个神足啊是不得已才用的啊，而且一定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啊，产生有一定这个正面的影响，他才会用这个啊，绝对不会提倡啊迷信，不会叫人呢啊对这个神通产生了一种迷惑啊，那么他是不可能呢用这种方法的。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个两句话非常非常之好，啊，让我们这个得到了自由的意志。啊，达到究竟圆满。再看下面这一段，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这个供具里面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自己生活必须要的物品，供养自己的啊，那么除了这个饮食衣服之外的啊，像我们居住啊、交通工具啊，那么这些生活上啊所享受的这些物质，在工具里面就通通包括了。那么第二种呢，西方世界菩萨常常啊亲近十方诸佛如来，当我们去见佛，向佛请教的时候，西方世界的菩萨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总要喜欢带一点礼物去供佛啊，所以这个工具呢也就是礼物啊，我们供养一切诸佛菩萨的礼物也在这一句当中，随意即至啊，这些东西随自己的意思它通通变化所作啊，无不满愿啊，这就是衣食自知愿，所以不必要经营的。我们这个地方生活很苦啊，啊，大家每天这样的繁忙，到处奔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衣食啊，所以生活很艰难呐，谋生不易。西方极乐世界生活就很自在了，
想吃的，这个念头才一动啊，那个时候百味饮食啊，这个《观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啊，都摆在你面前，自自然然现在你面前。实在讲呢，这都是我们往生的凡夫去往生，习气没断的，有时候还会想到吃东西，就是这一个习惯没能断掉。其实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需不需要饮食呢？不需要了。所以饮食一现前呢，自己就晓得我现在不要了，不是从前在娑婆世界这六道里头去做人的时候需要，现在在西方世界不需要。这一觉悟啊，这个饮食立刻就没有了，所以也不需要去收拾，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衣食生活一切随心所欲，随念呢现前，这个真的是得大自在呀！不要的时候呢，不要说干干净净，要的时候样样都不缺，这样美好的生活环境。十方诸佛一念受其供养，这两句就是一念受供愿。十方诸佛无量无边供佛，这个福报是最大了，供佛一定听佛说法，每一天都供养十方诸佛，每一天都接受一切诸佛的教诲。我们常讲福慧双修啊，圆满的福慧双修啊，一定在极乐世界。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间想福慧双修，太难太难了。所以他是同一个时间供多佛，闻圆满的佛法。这个前面跟诸位说过，西方世界的人都有像如来果地上的神足通，所以供养诸佛是化身去，佛无量无边，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他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同时供养一切诸佛，同时闻佛说法，他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作佛时，故中万物严净，严是庄严。我们这个世间人呢所讲的美丽啊，我们说美，佛法里面说庄严，庄严就是美的意思啊，净。清净不但美，美它清净，我们这个世间虽然美它不净本质就不清净你比如我们前面这个花很美，它净不净呢？它不净为什么呢？过两三天呢，它的颜色也变了，气味也很难闻了，不清净
不向西方世界永远清净，永远不变啊，光力啊，光是光明，西方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而且所有一切物质都有香气，所以那个世界又称之为香光庄严啊，一切物质它自然有香气有光明啊，所以光力也。形是殊特，形是形状，色是色彩，不但多而且美啊，非常殊胜啊，是他方世界里面的所没有的啊，奇特啊，穷微极妙啊，无能称量啊，量是数量，品种的数量，数目的数量都是无量无边啊，无法了来称量的啊，就是没有法子能说得出来啊，太多太多了，这个数字太大了。这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们知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他的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的能力，前面说过了，因为他们都是阿毗跋致的菩萨，也就是说明这个能力呀，几乎都达到七地以上的境界啊，这样高的智慧神通，他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物质之美有多少品种多少数量，他们也不晓得啊，这就是说明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讲琳琅满目啊，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庄严无尽啊。摩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和百千有许，道长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系于宝树间间，犹如明镜，独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那么三十九、四十、四十一，这个几愿，都是为我们说明西方世界物质环境的状况啊。前面说到的人事，这个地方讲到物质环境。第三十九愿是总说啊，庄严无尽。这个四十愿呢，是举出一个例子，无尽庄严当中啊，说明弥陀经上讲的七宝行数啊，用这个来做
一个例子，树颜色很多，无量色树，树木高大，它是性德变现的，性德变现的，高和百千由旬，由旬是我们这个世界古印度长度的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很大，在经典里面记载，古时候印度一个游巡等于我们中国40里，40里，但是中国古代的这个里比现代的要短，古代的度量衡那个尺是量距离的，跟我们现在用的尺不一样，诸位看看这个弘一大师，律学31种，他对于戒律的研究有31篇，合印在一册，因为他每一篇东西都不长，那么这31种合印成一册，叫律学31种，里面有一种叫周赤考，他做这个考证的工作，就周朝时候的这个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尺呢，周朝一尺只有我们现在的尺5寸多一点，不到6寸。所以经典上记载的时候，从前的人这个身高都是1丈多那我们现在人听着，哦哟，那高都吓死人了，是吧？其实呢，比我们现在人高一点，高不了好多，因为他的尺短，他的1丈，那就是我们现在的5尺多，还不到6尺。所以身高2丈的时候，也不过我们现在的尺的时候，1丈稍微多一点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事实呢，读古书就不觉得奇怪了。但是夜游行40里，就算打个对折吧，也有20里呀。那么这是讲我们中国的里。要比起这个外国人这个长度单位呢，那更要小了。我们中国1华里，大概只有1公里的1/2的样子。我们在中国大陆上这一般的计算，1公里是2华里。那么夜游巡要照这个算法呢，只有现在的长度10公里。10公里这个高度就相当高了。1公里是1000公尺，10公里是10000公尺。我们现在这个飞这个国际航线的飞机差不多都飞10000里，10000里多一点，这个高度就是10000尺，算这个公尺，算公尺是也10000多尺，要算英尺的时候大概是6000多尺的样子，飞这么高，想想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有这么高我们现在的飞机更好在它这个树顶上走就是这么高的树，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子高，人的个子高，你看他的夜游行呢，这个是
用现在差不多10公里啊，百千由旬。那这个树啊，要是在地球上长的时候，可能长到月亮的那去了，大概到月球上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大，那个星球大，啊，不像我们这个地球，地球太小了。我们知道太阳的体积比我们地球就大得太多太多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一个星球啊，恐怕不是太阳能够跟它相比的，这个我们能相信，因为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太空当中探索，我们的太阳在星系里头啊是一个小星，不是一个大星，啊，比太阳大的这个星这个更大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很大的巨星，啊，它那个地方的树，这个百千由旬的树，400万里的树啊，可能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个优胜美地那边那个大树啊。在感觉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它的这个地太大了，啊，所以它有这么一个比例，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子也大，那个报身的也大，啊，你看我们那个《赞佛记》里面的赞叹啊，这是不好婉转无须弥，干木澄清似大海。你想想看，那个阿弥陀佛的像多大？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都一样大，啊，所以在他那么大的身，这么高的树啊，那个感觉上啊，跟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大树大概是差不多的样子，啊，如果他们的树像我们的树，那简直变成小草了，是不是？看都看不见了，变成小草了，啊，所以他们人大啊。那么这个树身啊，庄严是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这个善根劣者就是下下品往生的人啊。那么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种真善美慧的物质享受，他们通通都得到，啊，都能得到。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这是第41愿。诸佛是他方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在西方世界，你要想看看，那么在宝树之间呢，就见到了。想看什么地方，这个像就现到了，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科技还没有进步到这个程度，啊，不需要去拨按钮啊。念头一动，想看哪里，画面马上就自动转换了。啊，我们还没到这个程度。啊，他们那个地方是随心所念，念哪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在宝树当中啊显现出来了。啊，我们现在看电视，电视画面呢是平面的。西方世界见十方国土啊，那个画面是立体的，啊，都能看见，啊，因此我们这一生家亲眷属，过去生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我们要想了解他的状况，生活状况，只要你心一动念，你就在宝树当中全部都看见了，啊，
这是树仙佛刹院啊，那个见的相就像明镜啊，独其面相，你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这是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广大啊，确实要用现在话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大的、超级的一个星球。严是庄严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美啊，非常之美。净啊，干净，光影如镜啊，它的光明迎接就像明镜一样，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啊，这个星球放光啊，有非常美的光明。我们地球也有光啊，我们在地球上没有感触啊，这个太空人人造卫星飞到太空啊，照出了些照片呢，我们看到了啊，地球是一个蓝色之光啊，在太空当中它是个蓝色，也是很美的一个星球啊，它放光啊，这个星球啊在外面看的都有光明啊。那么我们地球的光大家晓得是反射的光啊，那么它的色彩是与这个星球啊，这个物质有关系啊。我们这个星球上水多，水多于陆地啊，所以它这个折射的光啊，蓝色比其他颜色的要强啊，看到是个蓝色的星球。那么西方世界，它的物质本身放光啊，它不是这个反射的啊，它本身有光明，所以彻照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一切有缘的众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都生稀有之心啊，生起尊重的心、欢喜的心、好要的心啊，它会生起来。那么哪一样众生、哪一类的众生能见到呢？心地清净的人就见到。我们今天见不到这个光明，见不到这个星球，是我们的心有障碍啊。所以只要修清净心啊，心净则过途径啊，心地清净呢，我们的能力就大了啊。十方诸佛刹土啊，我们有很多能够见得到啊，能够与它起感应道教。再看下面这一愿啊，我作佛时下从地际，即是边际啊，下面从地的边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过土所有一切万物，
皆以无量宝相合成。所以西方世界它的物质没有一样不放香气的，啊，非常好闻的这个宝香，啊，这个是嗅觉的享受，啊，种种光丽，那是我们眼根的享受，啊，眼看的享受，看东西美，香是嗅觉的这个享受，啊。七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那么西方世界这个宝香，我们有没有机会闻到呢？可能偶尔有机会，也许我们同修当中啊有这种经验的人，这是于佛有言，过去生中的善根成熟的时候，佛力加持啊，让我们呢能闻到啊宝相。啊，这个机会也比见到光明的机会要多，要来得容易。缘成熟了，你就可能遇到。啊，那么这个香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个世间所没有的。啊，我们闻到感觉的异香啊，啊，一阵，这个时间或长或短，短的几秒钟，长的可能有一分钟。那么我们知道有这个感应的人不少啊，那么可见的这个是事实啊，不是虚假的啊，这是香光庄严啊，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世界。弥陀的本愿到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把西方世界一真庄严的概况都介绍出来了。后面呢，这个44到48这个五愿呢，是特别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的。这些菩萨愿力很强，度化众生。但是呢，他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对于西方世界非常向往，都劝别人去，自己还没去，到处劝别人去。因此他的愿力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也相应，也集合了。阿弥陀佛对于这些菩萨特别的加持，这个后面呢，这个五愿是对这些菩萨特别加持啊。我们看看，我作佛时，设放佛刹诸菩萨众。你看这个跟前面不一样了啊，这是特别是讲的他方世界的菩萨们，闻我名矣啊，他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读到《无量寿经》，啊，这一类的菩萨是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宗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
这是第四十四愿普等三昧，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呢对他的加持。第四十五愿呢，定中供佛，他们所得到的功德利益，也能够跟西方世界的大众啊相等，这个是弥陀对他们的加持。所以普这个十方菩萨听到这个法门，听到弥陀的名号，他能够得清净心，能够得大自在，解脱就是大自在，自行化他都能够随心如意，这就是解脱。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等于，等于如来果地上的三昧是正受，正常的享受，能够得到这个利益，诸身总持，总持是对法门来说的，所以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诸身总持，实在上呢，就是这一句弥陀的名号。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古德从一切经归纳，观察，研究得到的结论，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典法门，到最后归纳了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说法了是这么一个原则，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设一切佛法了，也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就是真真实实的诸身总持，诸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当然是指的念佛三昧，也就是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至于成佛，一直到他成佛，这个是普等三昧愿，这个普等三昧。第四十四愿到这个地方，下面这一句呢是第四十五愿，叫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西方世界的人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这些菩萨们呢得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也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前后文合起来看前面愿文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都能够随意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弥陀经上讲得更明白通是化身去的怎样化身去的也是定中化身去的可见的没有定就没有这个能力六种神通都是从定力里面出生的所以定很重要有定
这个定中能恢复自己的本能，啊，这个本能我们现在的人叫它做神通，啊，其实是我们的本能，啊，心定下来了，这个能力就恢复。这个心一乱呢，乱了，妄想多了，杂念多了，烦恼多了，这个能力就丧失掉了。啊，离开一切妄想烦恼啊。让心定下来，静下来，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所以这时佛对他加持，虽然供养一切诸佛修福，闻佛讲经说法修慧，不失定义。这一句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定功薄弱的人，这个福慧一现前呢，他往往他就乱了。怎么乱呢？他生欢喜心，这个欢喜心一生呢，也就乱掉了。啊，所以这个欢喜也是烦恼的一种。啊，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啊，这个七情里头啊，就是喜、怒、哀、乐、爱、五欲，你看头一个。欢喜，这欢喜是情，动了情了，动了情啊，定义就失掉了。啊，所以人家在享受当中，他并没有动情啊，那叫正常的享受。啊，我们凡夫享受不正常的，他动感情。啊，诸佛菩萨种种享受正常的。他不动感情，不动感情在享受，这是正常的。啊，我们享受都是动感情的，啊，这是错误的。请看最后这一段：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啊，闻我名者，你看这一开端呢，都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是两段的。特别为他方世界菩萨所发的大愿，啊，也就是加持啊这他方世界菩萨的本愿。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者，不取正觉。这个里面呢，一共有三愿。第一个是获陀罗尼，第二呢就是四十七愿闻名得忍，最后啊。是现证不退，啊，那么这种愿力加持，虽然菩萨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所得的那些功德利益，他们几乎也都得到了。啊，那么这说明这个感应道教啊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我们要学，我们要学啊，学什么呢？学阿弥陀佛了，真正的慈悲。我们凡夫。都有成见了，啊，你看阿弥陀佛就很大方啊，啊，念阿弥陀佛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当然他欢喜接纳；不念阿弥陀佛名号，不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也很大方，也帮助他，并没有说他不念不遵守我的这个教导，不想到我这个世界来，我就排斥他，拒绝他，没有，他同样加持他。这样广大的心量我们要学习。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心量很小啊，排斥异端呢，就纵然是学佛的参禅的人，就排斥念佛的，念佛的人跟参禅的人就一道鸿沟，不相往来，这个错误的所以读读经啊，我们应当忏悔呀，决定没有隔阂虽然法门不同，还是要互相帮助，还是要互相照顾这个就对了这个才是真实的慈悲。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正立生法这个生就是生死，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通通远离了，通通断掉了我们常讲了生死，出三界。或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总持的意思，跟前面那个住身总持是一个意思这个地方讲得到了得到陀罗尼了陀罗尼也可以解释成为一切法的总纲领抓到了总纲领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平等住是佛住平等住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心你看《金刚经》上，须菩提尊者不是问吗？应云何住他的意思说，我们这个心呢，应当安住在哪里？这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何降伏其心？这个心里的妄念很多，烦恼很多，怎样能够把它卸掉、卸除掉？心到底安住在哪里最妥当？问的是这个此地阿弥陀佛给我们的答复那实在讲，就是须菩提尊者想要知道的答案要得平等住他真得到了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住心要清净要平等要觉而不迷这个就是佛性所以他得平等住了修菩萨行，菩萨行是六度，是普贤十愿六度是大乘菩萨行，十愿是高级的菩萨行最高级的菩萨行具足得本信德之本这个德是讲信德真如本性里面一切美好的这个根本呢它通通具足了那么我们具不具足呢当然具足
那为什么说这些菩萨这个时候才具足呢？菩萨是具足啊，都能够现前。我们是性具，本性里头具足，有障碍，啊，有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把它障住了，不能现前。他们的一切障碍没有了，可以具足现前，得到受用。啊，我们的心得现在不得受用。因时得到啊一二三忍啊，这个就第四十七愿呢，闻名的人啊，这个一二三忍，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从音响人到无声法人，华念祖居士注解也注得很好啊。那么他的意思确实证得地上菩萨的果位，因为这个一二三忍，它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地、二地、三地，啊，音响忍；第二个阶段是四地、五地、六地；第三个阶段是无声法忍，七地、八地、九地。菩萨的果位呀，几乎达到圆满了。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很幸运的啊，因为都是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那是七地、八地、九地啊，虽然自己没有证得呢，佛的本愿加持使我们能够啊达到这个境界。这是讲他方世界菩萨，他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只是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读到无量寿经，心里生欢喜心啊，能够将这个法门普遍的劝导一切众生，阿弥陀佛以这个愿力加持他，使他这个地位虽然没有达到这个原教地上菩萨的地位，佛以这个愿力帮助他提升他，使他自己也有地上菩萨的智慧德能，这个意思在此地啊。末后一句，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啊，不去证就这个后面末后一句，也就是圆证三不退啊。圆证三不退说在家呢，那是啊，克时而论呢，是等觉菩萨才真正圆证三不退啊。这个地位啊就太高太高了啊，急急呼呼跟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呢地位平等啊，这也就是一生呢圆满成佛啊，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佛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使他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到这样的境界，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个功德利益呢几乎是平等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阿弥陀佛的心量确实非常非常广大，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的。我们这一个课目就到这个地方圆满啊，谢谢诸位。我们等从洛杉矶回来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无量寿经的
后半部，33到37品，持戒念佛。好，谢谢诸位同学啊。